好不好？吵死人了！八八节鱼，我的八八节宵夜，八八节宵夜原味奶茶，还有昨天吃过这个八八节生日礼物。好吃的，看来宵夜。没有什么山珍海味，这个喝口汤，有点呛到，呛到。现在已经八八节了，可是台风又要来了哈，可是跟见面应该没什么关系啊。现在正在把福要看完了，还有结局是蛮好的，66集。OK， 那这个有点爱滚。这还蛮好喝的。算了，这算我工作的东西。然后天花乱坠啊，吃这个最实在。哇，这样真好吃。它那个这个泡面，这个豆瓣酱的香味很淡，不会觉得很特别、很奇怪，好吃。宵夜最适当。好吧，八八节快乐 ，OK。八八节快乐。